当故意串通朋友，叫做男朋友名字。帮手一号，宇哥。谁是宇哥？假意提醒。西凡哦，西凡吗？我知道。我说外面那个宇吧，他高挺。哎，小杨，你怎么站在门口啊？二号选手之外，宇哥，好久不见啊，兄弟，好久不见。我们之前认识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上大学那会儿，还自己加上戏了。你跟我一块踢足球，那个时候啊，灿灿可是你的忠实球迷。纪凡，要不你带大家进去边吃边聊。我刚刚叫的就是纪凡。睁眼睛说瞎话。别站着，坐。来提一杯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叫错你名字。大写尴尬。这个口感好清爽啊，和我们平时喝的好像不太一样。这个是最近刚买的柠檬道气泡酒，不同的口味酒精浓度也不一样。那你喜欢的蜂蜜柠檬味？哎，难得人聚那么齐啊，我们一起试下柠檬道足球礼盒的游戏。哇，这么 Q 的足球场啊！它有两种玩法，一个是以冰箱贴颜色划分，各为一组进行比赛，谁先将几方棋子啊全部弹到对方棋盘，谁就获胜。还有指尖足球，套上球鞋踢球，成功射门就上瘾。哎，可以啊，兄弟啊，你这球技不错啊，跟你们不跟宇哥相比啊？哎，他算啥？你这球技啊，堪比 C 罗。有眼光。哎，今晚世界杯留下来有没有一起啊？那个你喜欢哪个球队啊？阿根廷啊。阿根廷？嗯，兄弟啊。相见恨晚呐，所以宇哥是，蔡局长，真是毫无默契啊！是以前男友？不是，孙木良长得很像，还是你忘不了？不是，行，那个萝莉，我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没有完蛋了，赶紧去追啊！西方，差点没吓到你。没事，哎，咱俩要不打扫卫生也是绝了。他们说是差不多了，世界杯刚开始，咱们再上一局。好，炸！这还是咱家吗？咱俩先走，不耽误你们吵架。